刚那首歌呢是 Never Forget You， 是暮光之城的一首配乐。今天是星期天哦，明天又要上班上课了，那应该心情不太好。我来点快歌好了。
前非常红的一部电影，他是在讲一个歌星，然后深爱着一个女生，然后女生后来变成歌星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去看一下。叫什么？那首歌呢，是非常有名的电音主曲啊，电音叫做《Wake Me Up》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欢迎去搜寻这首歌，在非常多年前呢，非常的红。不过这个作者已经去世了，很可惜，他做了非常多很厉害的曲子。
大家可以去多多搜寻一下。好，下一首歌带给大家的是The Thousand Year。
上一首歌呢是著名的西班牙曲 Despacito， 那应该都听过这首歌吧？啊，马上为大家带来下一首歌曲，启动了。
然后刚那首歌呢是齐峰了，对，然后是吴青峰的改编版本。这边有人明天不用上课的吗？好，不要哈，感觉心情都不太好。对，好了，虽然这周只有一周的，只有一天的假日，但是下周有三天呢，对不对？再安慰到你了吗？没有。好了。Thank you.
刚刚那个是歌剧魅影的寸伤，它是一个很有名的粤剧，大家都看过了，没有看过应该也听过了。那我的琴最近呢，因为可能是天气有点，有时候太干或太湿，所以它的声音有时候会是跑音吧，必须是调音。那我们下一首呢，送给大家的是一样是电影配乐，给大家听好，谢谢。
刚刚那首歌呢是雪落下的声音，拉完都觉得冷冷的，好像也冷冷的。好了，我们下一首呢要拉一个更冷的，凉凉，送给大家。